我不要他烧那个了。好，我不多说了，我不要费大家时间了，全部帮我打。现在要十三，我不分享，我不分享，不冲了，随便你们来。我跟你们讲，今天十三标，帮我全部打十三加一。好的。帮我一个人限量打十三加一。好的。如果你等一下相信我的朋友，赶快救你的亲朋好友，或者是哪里老公、哪里老婆、哪里小三的手机，全部来看，帮我全部打十三加一。加一加都加一加。哦。等一下帮我打十三加一。你要刷哪一个？你不要管我。啊，不要管你啊，随便你。十三加一。好，晨晨来。我们帮我打十三加一，快点！不要去价格哦。快点帮我打十三加一，等下我听到我的点会不会露出来？有没有帮我？没有，老板人是不是一直上去？你要帮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就要停掉了。没有，我没有防护措施、哦。有啦，他跟我说已关闭了，他说已关闭了。我没有防护措施，有你要帮我看一下。好，我会到你的。等下我太低都会漏点。OK OK。来，全部帮我打十三加一，加下去。来，全部。然后呢，新朋友要按笑脸哦。你是新朋友，按一下笑脸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有加到十三加一的朋友，来这个羊毛，我刚刚说是羊毛保暖衣，对不对？对。羊毛保暖衣，今天羊毛的，全部刷给你们，哦、全部刷给你们一件。这个是我们街里超爱的，它从大概我们之前都卖129，一个礼拜前就在点。来，件一件99，一件99。现在一件99，最多限量加几？限量加一啊，就只能加一。好了，帮你限量加。哦，这赔很多嘞。要帮他出清啦，来了，不限量，管他去。来啊，不限量了、哦，加十也可以啊、哦。管他的，又不是赔我的。来，那十三刚刚加一想要改的，我跟你们讲，来，全部随便你们了。对。反正套码说随便的，想要几件就几件，没错，就几件的。来，十三，来，加你要的数量。发热的这种纯，这种给大家看一下。远红外线的这个羊毛的哦，圆领的哦，颜色只有两个颜色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灰色的哦，或是白色的哦，远红外线发热的这种被那个羊毛被，难怪这里会想要再买。哦、这个材质真的超好，卖很好，对不对？对，卖。但是零码出清只剩下最后不到80件，我们要把它清掉。哦，好的，一件99，数量一件99，广告退掉了吧？一件99，42太少了吧？来，没有，这广告应该还有一些人在那个。来，如果你是在雅虎或 Google 的，请你不要再点我们这个粉丝团、请你，我们这个粉丝团要请你先离开哦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一场要做福利，是做赔钱的哦，请赶快离开。对哦，来这一场是做赔钱的哦。那个没有限加你要的，哇，街里加五啦，真的一定要加99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在街里是有买过，然后再买的。哦、有买过再买的、哦，他一个礼拜前就在点了。对啊，有厚度的 哦，一件是你们卖多少钱的、啊？这种羊毛的这种，一件卖890，一件卖800的羊毛的哦，顶级羊毛的哦，顶级羊毛的远红外线的这种顶级羊毛，对，2021的这种黑科技啦、啊欸。这个你们要加破百件，我也三十，我就很讶异、欸，妈咪了呢、欸，对不对？来、啊，这个破百件真的很讶异、欸，64，六十，来，哦，有啦，有开始有人在加，正常的，正常的，快点来，谁要放拿过来？来，这还是我们的标准嘛？真的，刚刚在卖什么东西？前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、哦、看前面在干嘛？对，这才是我的水准吧，对不对？对，哦，这才是我的水准吧。一件99，老板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那个广告没用之后啊，他们其实都在加、欸，都在狂加，刚刚前面都不知道在干嘛、欸。对，你看，哦，来，今天要的一件99，他们其实都在的、哦，因为我要刷基底粉丝、嗯，哦，赔钱的这场刷赔钱。旁边的我其实超冷的，我也很生火。多少？啊，没有了，还好。哎、欸，真的，很多人加71了，71了，还在往上哎、欸，加三哎、欸，加四哎、欸。来，只有80件，只有10件。我要跨直播呀，阿妈只有80件哎、欸，男女都可穿。只有80件哦。你们这个店面卖要多少？现在？只有80哦，一件，哎，80哦，300，啊，你要81了，81了，锦鸟铃铛，83了，阿妈，我不要阿妈，锦鸟铃铛，要爱300块，我要你99块，你个免出门跑吼，要什么也吹风跑，你大声要个锦鸟99块，哦，第一件，你讲话讲好，真的，好啦，截图了，99块，来，老板准备收钱了，高图，来啊，截图这台，截图啦，高图啦，截图，高图刷。李湾，好，碰皮呀，好来，来，我跟你讲啊，今天这一场是真的没有要赚钱，这是单纯请你，哦，因为也在你们身上赚了一笔钱了，哦，双单是回馈你们的，哦，但是等一下要请我吃西提牛排，好不好？吃西提，哦，因为我肚子好饿，来，
来下一标。来、哦、来，刚刚有吃东西。这个啦，他说前拉链这个剩下最后链一零三，你看这才是水准，这才是我们的水准。每一标真的破百件、嗯、哦，来。这个叫做什么？前扣式。前扣式拉链。对。哦，前扣式拉链的这个，来，颜色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衣服可以站后面一点吗？黑、okay, 蓝。我要看颜色。好、哦，颜色哪里？拿哪里？黑肤。好、哦，来，衣服站这里，我自然站这里。好、哦。来、okay. 今天，那你从他让他从那边过，他露脸，他露面的话，他会完蛋。哦，来。这一标有想要前扣式内衣的，我跟你讲哦，扣式内衣这个哺乳妈妈超，我跟你讲，手你又被我打，我是真的很感觉太恐怖哎！我跟你讲哦，等一下成本100的哦，我们集中内衣要卖，等一下成本100的，我们100、120就干露了呀。对啊，如果成本300的，200多就出去了。好，哎、啊，不要记价格，来，要集中内衣，集中内衣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这还不集中吗？这个比雪穗还集中了吧？真的，对啊，这从北通到南了哎，好不好？来，哇，一家，我跟你们讲，今天我真的。对，倍感露了呀！没错，我跟你们讲，今天四个颜色，做这个要干嘛？做这种，做这个有点像变态。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嗨哦！对，那、啊、如果你是老板，只差没有闻一闻。如果来看一下，我觉得牙龈比较恶，我也觉得真的。效果，我们专用的，你一起来抽。再道歉。前扣式内衣，我跟你直接讲成本一件啦，直接给我200多块。Hello， 宜家。上次一件卖249，来，今天你要买到不要计价格。好、嗯哦，上次一件卖249的这个，其实249很便宜的。哦，其实卖29很便宜的。嘉敏来跟你说，哦、你们卖多少？690的、啊。老板今天这件虎头啊，没有。没有，这是男生的。哦，陈嘉敏嘛，对不对？黄嘉敏、啊哦。黄嘉敏啊。他给那个老款到款。有没有？因为嘉敏有好几个嘉敏。哦，嘉敏的眼泪。来。啊，扔掉了。不一样啦、啊哦。来，14标前扣式内衣，我送给你们。来，我跟你们讲，相信陈的朋友，你喜欢前扣式内衣的，如果你有在哺乳的妈妈。各位妈咪们，这个超级适合，为什么方便拉链拉开，或者是你干嘛？过年到了，有一点情绪的、嗯、啊，这个情绪我跟你讲，请另一半帮你拉下来。对，好吧，来四个颜色不挑色嘛，对不对？不挑色，不挑色，随便卖你啊。这前扣式内衣很方便，给大家参考白板的跟那个胸围。家里的长辈为什么妈妈可以穿？好穿脱，老人有无？你把它当安慰有无？把它当安慰。心开硬呐，这么的那个灵活哈，就这样子很方便。很方便，把它扣起来。穿起来也扣起来。没有。嘿。这哦，很方便呢，超方便，就不要在那边转来转去，对对对对对直接拉下来就好了。对。好吧，我跟你讲，这一件也是哦。好厉害。我要卖你一件，不用200。晨晨那件很强哦，要买哦。之前你一开始有买到什么390、350、299、250的道歉的。我里面这件果冻内衣。没有卖过250啊、哦。一定会必带。你们之后看我在自家厂那个。那个什么直播的时候，我一定会穿它。OK， 真的超好穿，好不好？然后车身要爆了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家内衣就是只有诉求机能性不一样，他们家内衣真的是没有雷，舒适，蛮好穿的，真的都蛮好穿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对，我跟你讲，一件等一下不用200，来，来了，之前买到390的，抱歉了，哦，原来。我最便宜卖过什么350、299啦、嗯，你说没有卖过250嘛？来，今天要让你爽的，哦。总共只有几件啊、嗯、你说多少不到100了嘛 对, 对不对来这不到100件我把它刷掉就好了齁、哦、刷掉就好。14标今天这个价格你都会傻眼。真的。哦、小编。不到100件哦。反正没有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来它的那个后面是做着交叉拼接的。对。齁、哦、整个都是冰丝的这种材质材质很好哦。然后是宽的。对。宽的。无痕的哦。今天让你们加了啦。嗯、对要几件加几件。今天让你们加不用200啦。不用200真的。齁、哦、安了。不是说。其实内衣至少都要540。我们没有那个嘛，是我们太便宜。他真的没有要赚钱的。之前你买到390的什么350、299，抱歉、嗯，加起不同色，四个颜色加二不同，对，加二不同色，来加二不同色，来里面有棉吗？有棉吗？是。为什么会有棉？电子的意思。有电子啊，没有。它是可以拆的吗？对，可以拆的。哎呦，厉害的嘛！它不是厚的，所以不要上次卖到扁起啦。它是做下厚上薄啊。哦。可是它没有到这么厚。高太多了。对对对。Okay. 来，我们今天卖便宜就好了，五毛利。今天赔钱价。188块钱。哦，安鸟，那可真是一怪数字啊！来。要的一件，我都打喷嚏了。对，哦，吓死了，188块钱，怎么讲？这是专柜级内衣，卖你100多块，你是不是傻眼？
傻眼到爆，188块钱给层层给杠杆往下拉，加到5000了，你超厉害哎、欸！妹妹，谢谢妹妹，来了，我下来一下，可以往下拉一下，好来，给你给福利，老板，哎、欸，不是，你叫他老公吗？他动作也太快了，对啊对啊，来让拉下来，有没有？哦，可以整个拉掉哎、欸，可以整个这样拉掉，阿、啊、你好哎、欸，然后就看到点了，哦，哎、欸、老板，哎、哦欸，头就进去了，老板动作很熟练了，对、啊，动作很熟练。拜托，我也是活了30几年的男生，来今天一件188，突破无数的女生的。不要再这么乱讲话了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老北哥，现在现场很多女生在那边、哎、哦，买内衣的都是女生，好不好？